他没有说死亡伴随荣耀啦，那个是他妈的兽人讲的话啦。嗯，靠北，摸死说你不要怕，这些食物先帮你们吃一下，以防有毒。那个通常是吉祥会讲的话，我帮你们试一下毒。这种哪会感动啊？我就说感动要他真的是真心真心的替你想，然后真心的真心的要帮你。决定片最感动的是这里啊，敷衍的影迷。对啊，看一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演第二季，叫做《死神的精准度》。精准度度哦，精准度，死神的精准度，对。我不知道影集演到哪边，影集应该是很多。还没完吗？没有，影集应该是很多个小片段，但他没有演到三野边那一 part。哦，所以他是分很多篇的，是不是？死神的精准度大概有七八篇吧，然后第二部因为他就是死神啊，他就要去看很多人啊，去观察很多人。然后第二部是第二集比较厉害一点，就是第二集是一整集在讲一个人。所以他小说只有一集吗？他小说两集。对面是什么？金城武是四集。他应该是演前面的片段，所以你不看小说，我刚刚讲的那个你应该看不到。哎，为什么还会骑金斗鱼啊？帅，因为他被加速。啊，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妈的，什么牛！我应该脚闪，脚闪。没关系，我砍他半条，赚。我砍他半条。他去踩他肉块。干这个猴子真的很靠北，乖乖逃不就好了？那踩那肉块。我绝境篇很感动啊，绝境篇很多段就是他绝境篇不是一直在讲说，其实游记根本没有告诉雅斯娜任何真实世界的事情。哎、欸，我知道。然后他就打完以后，他就也这样子，就这样子直接下线啊，离开之类的。他已经觉得完成这个成就，完成他可以说是他的遗愿了吧。嗯，这段感动的点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雅斯娜讲，但雅斯娜后来还是找到他。而且那整个故事也没有那个同人出场的份。有啦，同人明明就有出场，同人明明就有出场。他不是说此路禁止通行吗？干那段明明超帅、欸。就前面出场一下，他那段超级帅、欸，他那段就是他出来说此路禁止通行，不是他们要打第二次王的时候，不是被人家大公会挡吗？大公会不是超级把他挡人，然后同人就过去一个人单枪匹马挡住20个人说，说我帮你们撑3分钟，在这时间你们赶快进到那个 BOSS 房，哦，超级帅，他还用那个。刀砍下魔法，我记得我是看巴哈弹幕，那个进到那个 BOSS 房的时候啊，同人还跟雅斯娜比了个耶，然后巴哈弹幕就写说，这样子你就欠我2发咯，超靠北，他就回头比了个耶。欸、然后叫你们赶快加油。然后巴哈弹幕就说：“你欠我2发，超靠呗。”我找一下那段，干巴哈弹幕都超靠呗。你还记得有一段是那个雅斯娜问说：“哎、欸，
假如你是要找一个很强的人，前面有一个黑衣剑客，你怎么没有找他？嗯、然后那个绝剑不是跟他说，他好像他是相似的人，会认清他、哦。他绝剑就跟他讲说，那个他哦，他不行，因为他发现我的秘密了。然后后来上面就帮他弹幕上面就写说，因为人家其实是男孩子被发现了，干的超靠呗。我操，那会死。我记得小说好像是讲说就是他是跟他很相似。相似哦，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看动画是说他会被发现那个秘密。对啊。同人在跟他打架的时候不就问过他吗？你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嗯。我找到，我记得我昨天晚上有贴啊，我有贴 Discord。不知道你们看到，没关系，我给观众看一下这一段，超帅！同人在火焰中回头比耶，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留说欠我两发，而且还比一个他妈，还有言文字，超北蓝。妈，偷个发小，超级赖的。还有这一个。因为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上面就写说，因为人家其实是男孩子。那发他弹幕真的很哭腰。雷克开场出打野刀血比较稳吗？其实看打法。就是假如你是 AP 雷格尔的话，你有一大堆时间是用 W 然后开始走位。你 W 以后拉走 ，W 以后拉走 ，W 以后拉走的话，你的血会比打野刀稳。只是因为我很白烂一直在讲话，所以才没有这样做。退流眼吗？我试试看哦。应该是没有。他去步了。他那个花线还会给视野吗？打喽，我来喽。就是发现，好吧 ，AD 说不要。看他现在花怎么急来呀 ？AD 说，他只要放技能就全开，好。回家，太好了。他也助他，是干，那真的无解。我好像遇到达克哦。干，这是为什么？我刚其实没有很想打，因为还多一个人。操你妈的！我没有很想打，多一个人。干，他花怎么北蓝啊？好北蓝。看我们吸血鬼怎么给了、啊，暗杀教室第二季，其实暗杀教室我看完漫画，没有感受到任何爆点，我只觉得还蛮不错看的啦，但我没有觉得我会因此掉泪。六等，你们下路有机会吗？你六等就有机会。
那假如他们都六，假如我不绑嘞，他们都六，我觉得没机会。他们大有点猛。嗯，那我要走，我会帮其他路。想一下要帮哪路？干，我只有下路可以帮啊。哇，这个被盲到！看，就感觉我们三个人打起来都会送三个头哎、欸。你们这切掉太多了。那个路基恩没打，路基恩没打没有用啊。那角色本来不用，就不太需要用到大狙。看，我先加入在你们后面，要不要擦一下眼？开大，开大，开大！接鬼单杀加罗、哦，我要推掉，我要推掉，我要推掉，帮我推掉，把他推掉，把他推掉。干，赶快行驶推掉知名，其实是要收税。我们刚刚 AD 跟路先打起来，都要先死。啊。不过我记得后面插野，他吃兵出太多，输30只，没有办法，他手太短，然后对方 poke 又很长。伽罗蛮可惜的，觉得伽罗蛮可惜的，前期啦，但过一段时间伽罗就被希尔操飞，他的会战根本进不了。他偷我红，干你娘！哇操了，我的红被偷了。打一分钟。看他没得打哎、欸，怎么都绝望啊？都没有一路可以打杀手。妈的无聊 ，Q 我一下还爽，会 gank 下，出装了 ，AD 没闪哦 ，AD 没闪，渐进杰怎么没去？他们家张狗那边哦。打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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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了。来送哎！干，我们的 AD 在送啊！帮他挡，我在帮他挡钩，我也在帮他挡钩，好努力帮他挡钩。我AD刚刚看起来一副在送的样子，好可怕、啊！走过来吃钩，好险好险，我们枪口很会玩，哈哈，301啦，这场要凯瑞，加油，尽力！我发现他们好坦哦、喔，这游戏现在是不是先比坦度啊？你就干爆他们 AD， 我们这没有。但你是 AP 烟 ，AP 干 AP 打 AD 才强啊！真的假的？是 AD 比较秒一点。没有 ，AP 比较秒一点。AP 的缺点是他没有办法打持久，不持久，都打一瞬间。
他终于可以农兵 ，OK， 太棒了吧！那切罗不？他们家没有中路，伽罗啦，切罗杀手是吗？不是都可以吗？摘罗吧，伽罗吧，切罗是哪国翻译啊？你是不是刚过来、欸？刚过哈，我过来。但是我刚他刚出的时候，大家叫他接龙、压龙都有。好想要投、哦，哈哈 ！Q 到什么 ？Q 到眼，好想要投哦！呜呜！刚刚假如对 AD 的话，可能会输哎、欸。AP 有范围伤才赢。干！我他妈想先买魔法，操！靠背，我那个。独灯回音害我。Dreaming about the thing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来喽来喽，这场应该会有秀台。虽然我都没拿到头。他们AD有闪。这才真的多元文化的告白，然后是你们最爱说笑哎、欸，卡哇伊。然后 A P 的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买装，你要把你的装用在最好的情况。然后四怒开启会杀这个伽罗。没问题、嗯、这个人呢最喜欢 gank 加入了赵三餐助统一路走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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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推推推推推你要蹲了你要蹲了有眼吗有谁在乎有没有眼我脑差我只要我要的是哎、欸，要逃！哎呦，那个红眼呐、啊！妈、啊、五个人，那个红眼呐、啊，五个人在下路，是发生什么事啊？有没有这么无聊啊？拿塔，拿塔，拿塔，拿塔！第一座塔很强，第一座塔。到底是谁的外国语言啊啊你们要死对吧怎么会哦哇可是他们家江狗在你们后面你们要死我是不太懂对面五个人你们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啦病耶哇第一座塔要没了加油啊第一座塔撑住啊塔打量他嘛，应该是有点难度哦。我刚刚对打应该是会赢，但要杀他应该是蛮困难。收水倒是蛮简单的。哎、欸，我们中路有拿到塔，还行。可是第一座塔是，哎、欸，第一座塔是我们拿的、欸，哇，太爽了吧！血海了，我们拿两个塔、欸，哎。爽哦！塔这么猛，然、欸、后他们 AD 没有闪 ，AD 没闪，真的假的？还在 AP？ 真的，我刚刚脚大的时候，他脚掉了。
好，我大约38秒。撞歪好不好？薛海咯，再见啦，维尔奖，维尔奖被四个人包，这要活都难，这死定了。去啦，维尔。我想杀那个蛇破，那蛇破会死。我在靠了，我在靠了，我在靠了。Nice！ 哎、欸，打那个小宠物，小宠物，小宠物。他想杀我、欸，哎，他是有病啊！他刚杀他走还有机会。会有一个人在洗聊天室啊？发生什么事啊？好像可以。哦，我们会战好强哦！我们会战全部都 A 一张，我们是超级痛。等下分掉。我们全部都 A 一张哦！我们连那个，我们连那个江狗 AD 都是 AP 伤。哇，可怜西维要吃不到这一坨冰了，因为他家的浆果要帮他收碎。啊妈的，给他一点钱，我帮你帮他推一下下路也不错啊。干嘛推？妈再推下去，待会又有五个人冲过来，怎么办啊？该是我啊，肯定要吧。OK， 然后一个在上路。Come on, come on, and let me in。吸血鬼有点燥，欸，他们在吃是不是？哇靠！啊，真的假的？21分，这偷有点强啊！靠！好吧，稍微上他们家 support 了。我这一场我就专注 support， 每一招都干在那 support 上。这里有没有扫过眼啊？漂亮，我扫了。You're a cherry blossom, you're about to bloom, you're so pretty, baby, come so soon。好像手破不出来的那种，有就抽出来啊！巴马来啦！被巴马杀了，巴马好痛哦！可我已经知道我杀死的手破了，你也杀死他吧。没有，他买很多血量哦。我现在杀他死他，我就一直杀他。他都买 AP， 是买一个红水晶的。屁啦，他明明就有岩石，你瞎了、哦。那个 AT 的名字是全空白的，怎么回事？看上路的冰好想吃哦，我要去吃下路了，就是收我们家 AD 的税。那吃这条龙，那还在管。嗯，你没有 DP， 他没有。
他没有 TP， 没有办法打。中了，中了，中了！不能，不能，不能！我们家 AD 被操飞，被打得太惨。哎、欸，可以打哦，可以打哦，可以打哦！我觉得我们可以打，我们超强啊！哎、欸，开开开开开开开！Here we are, no turning. Show time！ 干，那没扎死啊！秀完呀没？被我们，我们应该缴那个虚弱击他，完全打不赢我们。他想吃我河蟹，我大河蟹跑这么快，哪吃得到？蟑螂去拆，嗯，哪里有蟑螂？蟑螂去拆是什么东西？干没猜到那只眼。我差150，这有一根眼，太慢了吧。你下次可以早一点讲吗？白痴，你那么晚讲，鬼才能够拿到。因为我觉得我来不及，所以我就没过去，直接回家。AP 的一个比较强啊 ，AP 的一个比较强。当我 AD 好可怜，被我收税还要打得好，这一场我不就要凯瑞他了吗？这一场我不就在凯瑞他了吗？我不是就帮他助爆下路了吗？收他点税还好吧？全世界伺服器也是只有台湾才会这边一直靠背说被收税，我都没有靠背说他们拿我蓝的。挖出西摩剑，咋咋？这看起来这个 A1392 就是钓鱼啊！恭喜你钓到我了。我们的意识太明显了。有没有这么多招灌在我脑上啊？我们会战太强了吧？我们会战超强啊 ！AP 的哥超级痛的，我吃全部招哦！我吃到两个雷神律令，超痛，超多招灌我脑上。悟空要死掉，我他没死。我开档直接把两个人打残啊！他们会战跟我没得打，我每一次会战都先打残两个人。干嘛要给我那个、欸？他刚刚也要给我那个，因为我可以重击拿那个 buff。啊！悟空要死了！哇！他对面也太追了吧？是在送啊！
不能这样追啊，朋友。教他做人的道理，我会教那伽罗做人的道理。他直接教治愈，他直接教治愈。压跑。他们知不知道我是雷格尔啊？白痴的，从我草丛里面送我头。秀。AP 雷格尔打的比 AD 痛，因为这游戏的模仿比较少。这游戏每一只角色的模仿都比较少。不谈不谈，我才不要被对面杀掉！快逃快逃 ！No！ 我操！好打好痛！加油！出复活甲，好主意耶！欸，我出复活甲，对面全部打我，岂不是赢定了？不过我想要出死猫。为什么双石像不见了？我会教伽罗做人的道理。他现在死掉不会放那个了，不会啊，已经改掉了。哎，我打不死他，怎么那么硬啊？啊，看没死。他说他要倒垃圾，我妈赶快去。欸，他们又来了。再吃也是输啊！好呛哦，他十一颗头，他十一一七，他是的确可以蛮呛的啦。欸，你们只有两个人哦。嗯哼嗯哼，我退了，我退了。真的假的？啊！我每一个会战的施法都差不多。哎呦，我们又没有打到他的小宠物。哇！你被打到了，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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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百三呢？我觉得我伤害太低耶、欸。我觉得我伤害太低、欸，刚刚应该要赢的。刚刚没伤到你，我刚刚没有 Q 到。刚没有 Q 到，我那个巫妖没有发出来。哎呦呦呦呦！他送欸，他那么疯狂啊！人这么好、欸，他没送到，他没送到，他没有送到。我们家 AD 怎么了？他闪那个位，哇！他回一间滴血。我那 AD 闪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没有杀到，送头失败。我来找伽罗，叫他做人。他的 AD 买了一个亡灵斗篷。AD 买西摩剑的亡灵斗篷啊，他就怕被我蹲啊。他被你一套在。嗯哼。我要叫伽罗，我要做人了。他怎么敢？他死了。
做人的道理。早叫你不要当朵花，好好做个人。我找 A B， 你字太慢了，我没有悟空。那个悟空也没有称悟空，我们都没有称悟空，我们都称魔方。我有悟空，我有悟空，悟空一百多。我按下 W 以后，哦，我刚刚应该吃那河蟹，存了100块，哎，我被打到，他们家洛复活了。小伽罗做人咯，蹦蹦，死死死！为什么红 buff 没有烧死他？为什么？哇，太痛了，大少。为什么他没死？他虚弱我吗？我没有看到，我看到我少一个伤害，为什么？我 W 不是 W 两次吗？我重击下太晚了，重击早点，我重击不会被我那个火箭触发吗？刚火箭打到他，拜，没玩过，好吧。哇，伽罗没有买魔法哎，他还是死不买魔法哎。没办法，我是 AP 的 ，AP 的推塔最废 ，AP 的都会把他战局打很久。还好啊，你有巫妖哎，你巫妖推塔是蛮猛的。八八龙是，走走走走走。嗯，真是不错的游戏。七七八，推塔吧，推塔吧。我没有小兵呢，推中路吧。找 AD， 怎么打？我打他超痛，蹦。哎，干什么啦？太凶了吧！惊人是什么鬼？为什么对面有惊人？GG！ 我知道，哦 ，AD 他们在打我。那伽罗，那伽罗心里硬面积一定很高。瓦普拉迪米尔真的超强，他超会玩。你看他吃兵，他输超高哎、欸！你看他吃兵，然后再看他那个，哇，你可以接到垃圾。